开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刚刚搭完小火车以后，现在是下午1:15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德国的国铁 ICE 上面，就是他们的高铁，非常高级哦。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这是阿杰。介绍我？介绍你不行哦。我是坐在一个德国高铁里面的人。然后它是里面，就是我们就是很高级的一个那个火车，就是我们高铁一样。好，这是我刚刚在做的事。我们今天一波三折，终于，这是我的笔记本，记了很多有的没的事情。然后这是我的 Euro Pass， 长这样 Pass。然后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笔记本。这是狗达送我的日记本，可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写，对不起狗达，我一定会找时间写。好，带大家去看一看这边 长什么样子啊？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你看这还有 special lounge， 不知道他们怎么可以在里面。然后这是厕所。很高级哦，给大家看一下厕所，远远看，厕所长这样，木头的，是窗户。张静有没有很想来搭啊？张静，啊，外面现在是进了隧道，然后再过去是餐车，他们还有餐车哦。然后餐车小姐在帮你服务，嗨，嗨。然后我们预计在1小时就会到达。这隧道也太长了吧！我要让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景色，可是这隧道有点长。是，好，来，外面很漂亮哦，我不晓得会不会大家看不看得到。只是拍照。哦，这边有人在疯狂拍照。你看，好梦幻的地方啊！是否梦幻呢？运？没有。哇，梦幻！我有一片无际的东西哦，可现在好像没有。好，又要进隧道，算了，跑回去了，走回去。对，这就是德国高铁。哦，给你们看一个很酷的 LED。这上面有 LED 哦，还以为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粘在上面的东西，原来是 LED。好，我来了。